你什么人？夜闯寝宫？你想干什么？皇上别怕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只不过想跟皇上借一本书。什么？借书？对，借一本武林奇书《星邪剑谱》。什么《星邪剑谱》？朕是朕的寝宫，哪有什么剑谱啊？没错，《星邪剑谱》本来就应该在藏经阁，可我去了好几趟都没找到。藏经阁除了皇上之外，别人都进不去。 陆小凤，你到底是谁？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你是不是陆小凤？不错，我就是四条眉毛陆小凤。陆小凤，你为什么要行刺皇上，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？错了，我没干什么大逆不道的事。皇上在床上睡得好好的，不信你们自己去看。 恕罪，都怪老身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黄总管，你这大内防卫也太儿戏了吧！
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都怪老身疏于管束，才让刺客惊了圣驾，老身甘愿受罚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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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净跟我说这些废话。我问你，这刺客你抓到没有？皇上，刺客跑了，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，老身马上下去安排，定将他缉拿归案。啊，这刺客是谁啊？启禀皇上，刺客是陆小凤。啊，陆小凤，他怎么对朕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皇上，江湖上能有什么好玩意儿？个个都是乱臣贼子，整天的就知道以武犯禁，早都该将他们斩尽杀绝。皇上，陆小凤一向诡计多端，他都对您做了些什么呀？他管朕要了一本剑谱。剑谱？他管我要了一本星邪剑谱。论当世，如果还有谁能击败剑神西门吹雪，只有一种可能啊，那就是他得到了星邪剑谱。各位，这星邪剑谱可不是一本简单的剑谱啊，它绝对算得上是一件武林至宝啊。当今武林不知道他大名的恐怕没有几个。他是昔年星邪剑客的遗作，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近百年呢。据说星邪剑客威名比现在的西门吹雪还要大，20年后他独步武林，从未败过一阵，而且被推上了武林盟主。星邪剑谱重现江湖，少不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呀。话说，就是这个陆小凤，他在江湖上也算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，这次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入进宫盗剑谱，麻烦可惹大了。最近一段时间最值钱的脑袋恐怕就是这颗陆小凤的凤头了。哈哈，哎，你说说陆小凤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他还想击败西门吹雪？他们可是好朋友啊。哦，这位看客，你刚才说的可能性有，但是微乎其微啊。在下倒认为，这也许是在替朋友帮忙也说不定。试想，没有人能得到星邪剑谱，自然也就没有人能打败西门吹雪了。并且听说西门吹雪目前正在闭关，江湖传言西门吹雪闭关的原因是炼剑已经走火入魔，传说只有星邪剑谱的剑法能让西门吹雪出关呐。哎，我倒也听说这样一个江湖传言，陆小凤啊，够朋友，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样一票，嘿，他真够义气。来，我们为陆小凤鼓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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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，贴好了就走。走走走，快点，走了，走。陆大侠，真是海量啊，你已经喝了2个时辰了，还要喝多久才会醉啊？原来是南海文四娘，对不住各位，你们恐怕还得等下去，
像我这样的喝法，最高的记录是两天两夜。我劝你们别这么干等着，这样吧，大家该喝的喝，该吃的吃。这家馆子的烧酒真的很不错，大厨的手艺也是一流。今天涨到什么价了？官价15万两白银，暗花5万两黄金。这么能怪你们贪心，要是我也把持不住了。可惜，要的是我的脑袋，要不然我也碰碰运气。难得陆大侠如此开通。陆大侠，星邪剑谱真的在你手上吗？我说不在，你会信吗？哼，恐怕不信。那就行了，我先问问你们打算怎么打啊？打算一起上吗？那割下我的头属于谁？还是一个一个的来？你们跟我搞车轮战，我绝对有信心打倒前面的10个20个，但是绝对打不倒第30个40个，明摆着谁先上谁吃亏，谁后上谁占便宜。到底谁肯讲义气啊？愿意出来献丑，站出来让我瞧瞧。啊，陆大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茅厕啊。快！各位，跟着我有什么意思吗？想跟我一块儿去茅厕吗？陆大侠，没有人敢拦在你面前，因为谁也不想当冤大头。不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想溜也没那么容易。你走到哪儿，大家肯定会跟到哪儿。勾魂秃笔叶先生也来打秋风，好，我宁可尿裤子，也不会让你们跟着我去茅厕。您是陆小凤陆大爷吗？对。啊，有人让我送点东西给您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他给了我这个包袱就走了。想不到这个时候还有人给我送礼物。血衣堂，陆小凤，哎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。那又怎么样？收了血衣的人只有两种选择：一是拒收，与血衣堂为敌，三天之内保管死得很惨；二是穿上，与血衣堂为友，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，不光死不了，还会得到血衣堂的全力保护。最近一年多，至少有7、8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死在了血衣堂的手上。少林的空智禅师，武当的木叶道长，点枪的乾坤飞剑柳若尘，昆仑的混元霹雳掌林太虚，还有崆峒掌门真龙隐，他们全部都选择了拒收，也无一例外全部都死了。最近一年多，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，他门下的弟子血衣童子心狠手辣，武功高强，而且来无踪去无影，在江湖上已经是闻名如见鬼了。陆大侠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现在知道也晚了，你刚才说的那几位高手我一个也打不过，如果我跟他们的选择是一样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陆大侠，您的运气一向很好，不妨试试。这个险我可不愿冒，要冒你们却好了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如果我收下这件血衣的话，你们就不会再烦我了吧？哎，穿上了血衣就是血衣堂的朋友，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人敢跟血衣堂过不去。那倒未必。哎，叶先生你错了，现在就有一位想跟血衣堂叫叫板。哼，原来是追风三剑于清风于大侠，你一定自认为比木叶道长还厉害，所以才会跳出来叫板。叶知秋，听你的口气就像是血衣堂的人，这两天以来我一直在找你们。于大侠高抬我了，在下这点本事血衣堂可看不上眼。
叶知秋，我们现在就划出道来，我倒想看一看血衣堂有多厉害。于大侠想跟我玩玩，咱们改天再约。不过在下今天不能奉陪，要不我岂不真成了血衣堂的人了？不用改天，就现在。好。一定是血衣童子干的。看来于大侠前两天一定是拒收过血衣堂的礼物。相比之下，叶先生一嘴牙换了一条命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哎，我这个人一向比较识趣，所以才能活到现在。所以我现在决定穿上这件做工还算不错的衣服。陆大侠，这么说你是准备听命于血衣堂了？不瞒你说，如果我刚才能看到谁出手的话，我可能还会跟血衣堂叫叫板，可是我没有，所以我还是乖乖的穿上的好。哎，不好意思了各位，大家算是白忙了一场。我现在已经穿上了血衣，就是血衣堂的朋友，如果你们找我麻烦，就是找血衣堂麻烦，请随便。哎，这小二，你呀，我已经把衣服穿好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去后门。那人说这辆马车是给您准备的。啊，你真的没看到那个人长什么样？真的没有。那就好，要不然你就麻烦了。走吧。哎，好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公子，陆小凤陆大爷派人给您送来一本剑谱。
陆小凤，你来了。当然来了。薛一堂对我这么照顾，我怎么敢不来？你还算识趣。请问阁下哪位？声音这么熟悉。你当然会觉得熟悉。于清风。是啊，我就是死了的于清风。死人还会说话？莫非这里真是阴曹地府？差不多。这里是血衣堂的地方。陆小凤，你的问题实在太多了。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件血衣？管你要一样东西。不会也要星邪剑谱吧？你说对了。那你找错人了。星邪剑谱根本就不在我手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当然拿不出星邪剑谱，因为盗剑谱的那个人不是你。你们既然知道星邪剑谱不在我手上，干嘛还管我要啊？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。这种夸奖我可受不起啊！依我看，这星邪剑谱应该就在你们血衣堂手里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星邪剑谱不在血衣堂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，你只要去把他取回来就行了。这个人是谁？西门吹雪。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事情很简单，我们要的是剑谱，而你要的是清白。你帮我们取回剑谱，我们帮你证明清白，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吧。就这么简单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？你不用相信我，做与不做，血衣堂从来都给人选择的机会。又是两个选择。你们真厚道，我发觉我越来越喜欢血衣堂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这件事我做了。那就好，你旁边有一坛酒，喝了它睡一觉，醒了就可以做事了。记住，不要偷懒，血衣堂的人个个都很勤奋。我记得刚才我喝了一坛酒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，不知道喝了它我又会去哪。你先看看这坛酒，我想你不会拒绝的。我知道，喝不喝我自己选择。好酒。绵软醇厚，回味悠长。这坛酒至少窖藏了几十年了。这坛酒还有个小小的特别之处，从它酿成的那天起就下了毒，窖藏了30年，使酒性和毒性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你会毫无察觉。薛一堂真是不错，很会体恤下属。你有7天的时间拿回剑谱，找不到只能去死。这期间不要浪费时间去找什么解药，你应该清楚，只有窖藏了30年的解药才能解窖藏了30年的毒酒。我很清楚。你有7天时间。7天足够了。你不用担心有人再找你麻烦，你现在是血衣堂的朋友，黑白两道都不会动你。这样最好。你该睡了，我不打搅你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鼎福客栈呢？鼎福客栈又是什么地方？在京城啊。您难道连自己在京城里都不知道？昨晚您喝多了，醉得厉害，有个朋友把您送过来，给您开了7天的房。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您要不要吃点东西？那您要不要喝点酒呢？千万不要再说酒这个字啊，我喝了2次，一次比一次醉得厉害。我要洗个澡，浴室在哪里啊？
呀。你没有睡在花园里，这就是你的卧房。卧房？那房子哪儿去了？不光房子不见了，整个万梅山庄都不见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谁能一夜之间把一座庄园给搬走？除非是神仙呀。神仙能做的事，人未必做不到。老奴这一辈子第一回碰见这么玄乎的事儿啊。送剑谱来的是什么人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个跑腿的。他说了，这是陆小凤派他送来的吗？是啊。玉，您是西门先生？是。有人让我接您去京城。什么人？一个普通客商，他给了小人10两银子，交代小人办这件事。慢走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慢走。哎，老板。哦，客官有什么吩咐？我要去铁鹰赌房。铁鹰赌房？哎呀，客官好眼力呀！铁鹰赌房是京城最好的赌房，我替客官叫辆车送您过去吧。铁鹰赌房会替客人出车资的。哎呦，哎，来，您这边，这边。开一个房间。好，您约了朋友。你帮我去问问那个秃头的大胡子，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赌5000两一注。5000两一注？您可真是少见的大豪客呀。谁要跟老子赌5000两一注的呀？啊，这房子里除了你就是我，当然是我了。嗯，好啊好啊。你带了多少钱呢？拿出来让我瞧瞧。我没钱。没钱你赌什么？你我跟你赌我的脑袋，就值5万两黄金。拽什么拽？你只有2根小胡子，不怕我这一大把胡子吗？我怕了你了，赶快换行装吧，受不了。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是我来了？我还以为能骗过你呢。哎呀，青青，你还是先换了行装再说吧。好，你等一下。看来是我的手段还不够高明。其实已经很不错了。错在哪儿了才让你看出来？整个赌场你最扎眼，一个真正的关外生客绝不是你这个样子。你对生活的观察还不够仔细，只有那些公子啊王孙啊才会像你这样嗓门最大，下手最狠，100两一注。哼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会假扮一个关外的生客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弟子不高明，都是师父没教好。回去告诉我干爹，说你没把我教好。南平郡王要我收你为徒弟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麻烦。谁叫你是我干爹的好朋友，又是一个好酒好色的荒唐鬼，所以呢，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，这是徒弟孝敬师父的。嗯。
收了你这么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徒弟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喝到南平郡王珍藏了30年的好酒，而且只有你给我的酒，我才能毫无顾忌的喝。师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叫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有我干爹南平郡王遍布各地的眼线，还有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？西门吹雪已经离开万梅山庄，正在前往京城的路上。为什么停下？啊，西门先生，这儿离京城已经不远了，这有座庙，您先稍微休息一下，我去给马打点水。请坐。给我一个进来的理由。我是替我师父为您接风洗尘的。你师父？我的师父叫陆小凤，是您的朋友。请坐。他不敢见我，所以才派你来。难道你也要割他的凤头？反正他的头迟早要割下来，不如我动手。好啊，我倒是很期待你与师父这场决战，我想一定会大饱眼福。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师父？如果您能够杀了陆小凤，那说明陆小凤不配当我的师父，青青也只好拜您为师了。您一路奔波，口渴了吧？渴。喝不喝酒啊？喝。青青可以敬您一杯吗？能。请。你也学会了灌酒。我喝酒并不好看，因为青青是女人。陆小凤一定很喜欢你。这是什么酒？18年的女儿红。你不懂酒。我对酒是一窍不通。这的确是好酒，而且是下了药的好酒。没想到被您喝出来了，那您刚才为什么要喝呢？因为这是你给我倒的酒。师父，出来吧。师父，进来吧。你下的迷药真的不会伤到他吗？师父你放心，西门吹雪只会好好睡一觉，等他醒来了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师父，你和西门吹雪是生死之交，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拿剑谱？正因为我跟他是生死之交，所以我非常的了解他。西门吹雪脾气古怪，如果明着跟他要，他一定不会给我，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老朋友，希望这只是一场梦。梦醒之后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恐怕西门吹雪的这场梦，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。西门吹雪中了毒。师父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下了迷药，我没有下毒。奇门暗笑。虽然你的身上也中了奇门暗香，但是你还有得到解药的希望。可是西门吹雪永远也得不到解药了，一辈子也醒不了了。小凤，不愧是陆小凤，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找到西门吹雪，并且你会毒死西门吹雪。啊哈！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，不想看看吗？就是星邪剑谱，这当然不是星邪剑谱，真正的星邪剑谱还在宫里。西门吹雪的命，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。陆小凤，西门吹雪如果不死，你怎么能再次来到血衣堂？你好卑鄙！先是派人冒充我夜入皇宫，搞得我被官府通缉，江湖上所有的朋友都要追杀我，人人都要割我的头。现在又杀了西门吹雪，你们这样设计我。就是要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对吧？冤枉啊！别激动，我们不过想让你少偷些懒，多做些事。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们不过想让你去皇宫偷真的星邪剑谱。常言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已经通过了血衣堂的考察，现在就看你自己选择了。事到如今，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吗？你没有。好极了，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。陆小凤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血衣堂的紫色血衣主子。俺们都要逃亡，你少拿这些不好的房间敷衍我们，俺们有的是钱。就是就是啊，大人带着人质换成钱，大人整个作战了。少在这里给大爷大马虎眼啊！畜生！哎呦，哎呦，各位大爷，各位大爷，实在是没有上房了啊！不行，我们这些京城人呐，就是瞧不起我们关外人。哎，那是真是狗眼看人低。各位大爷，只要有上房客人一退房，我们走，全都是正房。上座，快点！到，好，客官，这些都是有钱的土包子啊！你看，打扰了您的休息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他们可是会打人的啊！哎，来，屋里请。
师父，你捏得我好疼啊！西门吹雪在哪儿？你为什么没有死？你怎么脱险的？他脱险了没有？他在哪儿？师父，没想到你心里只有西门吹雪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徒弟。西门吹雪到底在哪里？是干爹把我从破庙里救出来的。我问过那些侍卫，他们说在进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你难道真的要一个人喝到天亮吗？你想陪我喝吗？但我今天只想一个人喝酒。我的本事你没学到多少，喝酒倒是学得挺快。我知道你今天特别想找人陪你喝酒，因为你的心情肯定不好。喝酒，现在只有酒，却没了朋友。西门吹雪的死与你无关。西门吹雪是我亲手害死的，怎么能说跟我无关呢？你又不知道酒里有奇门暗香，所以他的死根本与你无关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因我而死。或许你为西门吹雪报仇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彻底查出血衣堂的秘密。我叫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有些眉目了。那个马车夫的那匹骏马是用黄金打成的马掌。黄金马掌？嗯。师父，我们回去吧。不，再找找。西门吹雪不会死的。师父，你要面对现实，西门吹雪已经死了。不会的，西门吹雪不会死的。西门吹雪，以后不会再有我们在梅花树下喝酒的日子了。这一杯是我敬你的最后一杯。青青，你来了。陆小凤，你也来了。是，南平郡王。陆小凤，你能继续查下去吗？可以。我请你调查血衣堂和血衣童子的秘密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西门吹雪都是因我而死。陆小凤，如果你现在退出，我不会怪你。王爷，现在你不让我管，我也非管不可了。好，陆小凤，你深明大义，我很佩服。血衣堂为患武林，祸害百姓，除掉血衣堂，
你陆小凤也为朝廷做了一件好事。对了，最近薛姨堂有什么新的行动吗？他们让我等待命令。哦，薛姨堂是一个异常严密的组织，薛姨童子之间平时不会见面，所以我只能等待召唤。如果有机会见到其他的薛姨童子，才有办法知道那些薛姨童子的真实身份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多劳陆大侠了。另外，我这小女没有让你这做师父的太为难了吧？干爹，没有，她很好。哈，好什么呀？她呀，只要没有给陆大侠添麻烦就够了。王爷，今天我的心情不太好，我想先回房休息了。好，陆大侠，你好好休息。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。爹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跟我进宫一趟。进宫？皇帝想见你。太好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皇帝哥哥了。黄总管，他们怎么还没到？皇上，您用不着急，已经派人去催了，马上就该到了。好，如果他们到了的话，让他们直接进来。皇上，他们来了。郡王，青青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臣参见圣上。哎呀，免礼免礼，参见南平郡王。你们下去吧。哎，是，走走走。皇帝哥哥啊。哎，青青，怎么跟皇上这么没大没小的？在我眼里啊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皇帝，就是我的哥哥嘛。这孩子。就是嘛，郡王，青青毕竟还是个孩子。哎，对了，青青，你猜朕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？什么？看，青青，快谢谢皇上吧。啊，青青，不喜欢这些吗？这些可是西域进贡上好的珍宝玉石，在咱们中原是没有的稀罕玩意儿啊。皇帝哥哥，青青根本不喜欢这些啊。那你喜欢什么呀？不如你把藏在宫里的好酒拿出来让我尝尝。青青，不可胡说。青青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个小酒鬼了？我是跟我师父学的，我师父是天底下最好酒的人。你师父？他是谁啊？能做我青青妹妹的师父？皇上，皇上，我呢最近让青青拜了塞外的高人做他的师父，我想啊，让青青在江湖上多磨砺磨砺，长长见识。好，太好了。青青，你以后没事的话就进宫陪朕喝酒。这样朕就又多了一个酒友啊。好。来，先干为敬。那青青先敬皇上一杯。好。皇上。君王。不知皇上深夜召我们来有什么事吗？朕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找你们聊聊天。皇上，如果没什么事情，我和青青就告辞了，不打扰皇上休息了。等等，难道非要有事朕才能见你们吗？皇上，老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郡王，青青，你们只看到我是九五至尊高高在上，你们可曾知道，每到春天我看到城里有人放纸鸢的时候，每到秋天看到成群的大雁从空中飞过的时候，你们可知道朕的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朕独坐宫中，
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。你们知道朕的心里想什么吗？皇帝哥哥，那是什么感觉？恐怕只有做了皇帝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感觉。皇上，臣知道您的心思。皇帝哥哥，今晚青青就陪你一醉方休。好，走。其实我早该想到你也是血衣童子。上车，今天是我们血衣童子聚会的日子。今天所有的血衣童子都会来吗？你的废话那么多，在血衣堂内不该问的事情最好不要多问，否则即便你已经成了血衣童子，但是你仍然会死，并且会死得很惨，你身上的血衣就成为你下葬用的兽衣。我只是想说，这次恐怕我很难再活着回到这条客栈。每个血衣童子都要随时准备为血衣堂而死。戴上面纱，上车。血衣童子听令，血衣堂发展壮大，胜败就在于今晚一战。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，去偷真的星邪剑谱。每人各司其责，不得有误。每个血衣童子完成自己任务之后迅速离开，出宫在橙色血衣童子的马车旁汇合。是。皇宫大内宫殿众多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皇宫里还藏有一层内宫。内宫系统介于前后两宫之间，因为设计巧妙，一般人根本找不到入口，而星邪剑谱就藏在这内宫里。赤色血衣，朕属下已经查清了剑谱藏匿的地点，此处位于内宫的偏僻之处，本身殿宇狭窄，易守难攻。每隔一炷香的时间，便有30名大内侍卫轮流巡逻，昼夜更替，毫不停歇。且每班守卫互有领队，分散居住，各不相识。大内侍卫个个武功了得，黄色血衣，你
你的任务是吸引开这30名大内侍卫，因为事关宫中机密，这30名大内侍卫不会惊动宫内其他侍卫。诸位，请不见到处见面，但你们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否则又会有30名大内侍卫前来。各位如果耽误时间，必然将陷入战火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进入殿宇之后，所有人不可贸然行动，待绿花血液破解64道机关之后，就会打开一道机关暗门，这暗门打开至一个角度就会合上，你们必须在暗门打开的片刻之内进入暗门密室。是。进入殿宇的内厅，有一名武功盖世的剑术高手在守卫，青色血衣童子，你必须迅速将其制服。属下请问这位高手是何人？他就是苍穹剑，此人的剑不在西门吹雪之下，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数十年他没有出入江湖，一直在大内深居简出，你们万万不可大意。是。过了苍穹剑这一关，兰花血衣童子。是。这星邪剑谱专门为天机童子制成的天机锁，锁在剑盒之中，等到兰花血衣童子打开天机锁之后，紫色血衣，这最后一项重任就交给你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用灵犀一指从宝盒中加出星邪剑谱，因为这宝盒底部暗藏机关，盒子只能打开一道缝隙，只够2根手指进入，而且剑谱只要离开盒子，底部的机关就会启动，不但会将剑谱烧毁，而且整个殿宇也会关闭。到那个时候，到时候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，所以我不但要在电光火石之间加出剑谱，而且还要在同一时间把假剑谱放回去，对吗？说得对，陆小凤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多谢他，阁下也是机关算尽。那是自然，否则我们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力气让你加入血衣堂。七彩血衣听令，所有人均要各司其职，各种环节环环相扣，只要有一点差错，你们武功再高也会身陷囹圄。是。好了，开始行动吧。你们放心，你们要的东西等完成任务之后我会给你们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这么晚了出门，坐马车坐得有点累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规矩吗？我是新来的，当然不知道了。一心一意，各司其职，视死如归，明白吗？好一个视死如归。知道了。就是这里了，下一关你们好自为之。
之内的金砖不可踩错一块，其中有些金砖下面连着暗器的开关。这大殿之上连着这么多金砖，谁知道是哪一块连着暗器的开关？难道我们一块一块的去试不成吗？哼，这是采用上古传下来的奇门遁甲的阵法，能难得住别人，却拦不住我。那就快走，时间不多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人要是被规矩定死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早跟你们说过，一切听我的指挥，否则白白送了性命是小，逃不出剑谱才是大错。苍穹剑这一块了，大家小心。不是说只有一个苍穹剑镇守这一关吗？怎么是三个人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谁说苍穹剑一定是一个人？谁也没有见到他的真正面目，所以没有人想到苍穹剑竟然是三个人。我们已经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，动手吧！不管你们多少人上。都是我们一起出手。苍穹剑，我一个人足够了。这一关过了。这又何必？终于可以见到星邪剑谱了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
使出你的灵犀一指吧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得手了吗？可以回祖安复命了，上车。他们追来了，怎么办？他们休想追上我这两匹宝马，上车。赤衣童子呢？不等他了，我们必须先走。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什么时候能到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到了。这，到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别问那么多，老大在里面等我们呢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星邪剑谱呢？血衣不辱使命，从今往后血衣堂就可以称霸武林了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干！干！这里就是皇宫大内。原来血衣堂的幕后主使是你们。怎么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我当然想不到。你们一个是皇上最信任的王爷，一个是我的宝贝徒弟，我怎么会想得到？陆小凤啊，陆小凤，你可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今天纵然有菩萨保佑你，你也在劫难逃。好，这话怎么讲？因为你背上了一个刺杀皇上的罪名，这可不光要砍了你的凤头，而且还要株连九族。即便皇上被人杀了，
凭什么就认为是我陆小凤干的？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七彩血衣赤当头。赤衣童子，我早该想到你是宫里面的人。师父，这次你可说错了，血衣童子不是七个，而是八个。第一号人物也不是赤衣，而是……第一号人物当然是你了，我的好徒弟。不愧是我的好师父，只可惜你却要死了，因为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是你杀死了皇帝哥哥。我还是不明白，就是御林军抓了我，你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杀了皇上。你上次进宫盗剑谱的事儿已经尽人皆知，而这一次皇帝哥哥又是死在你独门武功灵犀一指上，你说还需不需要证据呢？你竟然拿我教你的灵犀一指来对付我。青青，不要再多说了，赶快下手吧。干爹，能不能饶皇帝哥哥一命？青青，干大事的人是不可以动感情的，赶快下手吧，免得留下任何活口。青衣蓝衣，你们怎么还没死？王爷，我看你真是老花眼了。青衣蓝衣，你们的戏演了这么久，也该露出真面目了。哼，保护靖王。西门吹雪，你不是已经烧死了吗？西门吹雪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掉呢？青青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他不但是个用剑高手，还是个解毒的行家。可是奇门暗香是窖藏了30年的毒药。不错，窖藏30年的毒药只有用窖藏30年的解药才能解开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虽然我没有30年的解药，但巧的是在万梅山庄地底下却有一眼上千年的药神泉水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一向百毒不侵呢？西门吹雪，我问你，那原来的青衣和蓝衣童子呢？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。原来的青衣童子就是点苍派乾坤飞剑柳若尘，每月初七他都会找西门吹雪论剑，他的身体一向很好，所以一年前他突然间暴死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自从血衣堂出现之后，我曾收到他的一封密信，于是我就让西门吹雪帮他解开了身上的奇毒了。至于蓝色童子嘛，原来就是妙手空空，都是偷界上的好朋友，在偷的功夫上面嘛，我是排第一，他是排第二。自从他失踪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他，还是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所以你们就偷偷调换身份，冒名顶替。哼，没错，如果不是我顶替了空空儿的话，那还有谁能打开天机锁？这两个混蛋，他们坏了我的大事。干爹，其实我们早该想到，世间除了西门吹雪之外，是没有人能够打败苍穹剑三兄弟的。没想到一切事情早就在陆小凤的安排之中。这也算不上什么安排，我既然要调查雪衣堂，自然会找些朋友，我最信任的朋友来帮我。其实他们一直化妆成深刻保护在我的左右。我们有的是银子。你们京城的人呐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关外人。哎呀，这你狗眼看人低。陆小凤，想不到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这么多。
错了，王爷。如果一开始不是你拉我入局，我知道这些事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这一步棋实在太冒险了。不过你也很清楚，为了拿到星邪剑谱，非要我出手不可。所以你故布疑阵，让我甘心情愿地去查血一堂，甚至不惜加害西门吹雪。而且你早有预谋，即便我去追查主谋，最多也只能追查到黄昏。当然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也的确中了你的圈套。因为我一直感觉到血衣堂跟宫里有着莫大的关系，你们的马匹都盯着只有御马才会用的黄金马场，而马夫根本就是皇上的马夫，这是。而御林军对赤衣童子俯首帖耳，他对宫里的地形又是那么的熟悉，如果不是宫里的人，根本办不到。这是第二点。站住！所以，我猜想，幕后的主使就是宫里的太监。而且，只可能是总管太监黄昏。还不快收好！不过后来我又改变了想法，因为我发现星邪剑谱对这个幕后主使非常的重要。我知道，无论这个幕后主使是谁，只要星邪剑谱出现，他一定会出现。果然，不出我的所料。师父，你早就知道我有问题吗？不，青青，从一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好徒弟。好啊，陆小凤，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，那么你们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。你们为什么对朕这样？朕一直把你们当做最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皇上，我猜不管为什么，一定跟星邪剑谱有着莫大的干系。郡王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剑谱里的秘密，你本不应该知道。荒唐！这本剑谱上记载着皇家的一个惊天阴谋，还关乎到我父王的死因，难道我就不应该知道吗？看来我没猜错，一本普通的剑谱根本不会藏在皇宫之中，更不会有那么严密的看守。想当年，我父王帮着先帝打江山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可到头来，我父王和几位开国元勋，他们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狗头昏君杀害了。为了掩盖其真相，他们对外还谎称什么暴病身亡。杀父之仇，我岂能不报？难道这一切因果关系不应该在你身上得到报应吗？君王，现在剑谱就在你手上，你自己打开看吧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干爹，剑谱上面写的什么？南平郡王，这剑谱上的字句是当年三位王爷亲手所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他们三个都是心甘情愿而死的。皇上，不要打哑谜了，讲吧。建国之后，中原虽然稳定，但是与边关数国连年战乱不休，先帝想与其他几国签署条文，永远修好，这样可以使得百姓免遭涂炭。但是这几国
以三位王爷手上沾满他国百姓鲜血为由，联合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先帝赐死三位王爷。先帝左右为难，直到有一天深夜，三位王爷进宫找到先帝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他们心甘情愿受死，但此事如同国耻，所以一直秘而不言。三位王爷只在星邪剑谱上写下了血书，以正定名。此事之后，先帝一直对三位王爷心存愧疚，所以对他们的后代才会如此恩宠。只可惜西平王爷没有后人，北平王爷有一个孙女儿，也一直下落不明。不过现在想想，这女孩就应该是青青吧。这简直是荒谬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死，这都是你们的计谋。王爷，我想当时老王爷他们三个人非死不可，因为他们三个如果不死，先帝就有生命危险。因为当时先帝已经被秘密潜入宫中的西域高手囚禁。陆小凤就是陆小凤，连这些皇家秘史你都知道。他说的不错，那时候西域几国以先帝的性命相威胁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三位王爷才不得不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先帝的性命。三位王爷乃是我朝的大功臣啊。干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。可耻，这都是你们的诡辩，统统是你们造出来的。郡王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，如果先帝真要杀三位王爷的话，你和青青能活到今天吗？皇上，其实有些时候我是把你当做我亲哥哥的。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何必还要带到下一代来呢？这件事谁是谁非，谁又能说得清？郡王，你还是收手吧。陆小凤，我知道你和西门吹雪的武功盖世，但是你们难抵挡我御林军的千军万马。紫禁城的御林军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郡王，青青，我根本无法想象，为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误会，你们竟然跟朕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够了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干爹，我求求你，我们收手吧，皇帝哥哥待我们不薄啊。给我上！小凤，所有宫外御林军都已经就范了。你们这些人不都是来看凤头的吗？哼，要是我们不做出这样的假象，你能让我们这么多江湖朋友进入京城吗？小凤，没想到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皇上，一切都由您来定夺。
朕难得和三位大侠聚在一起，不妨请三位在宫中住上一段时间，陪朕喝喝酒，聊聊天，如何？皇上，我们都是些江湖中人，懒散惯了，哪里受得了宫中的繁文缛节？所以喝完这坛酒，我们就要告辞了。啊，再住几天吧。皇上，我们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害怕家里人惦记。好吧，朕不强人所难，不过今天你们要陪朕一醉方休。遵命。皇上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啊，你讲。请皇上的亲情从轻发落。无论青青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在朕的眼里，青青都是朕的亲妹妹。哦，想不到皇上还是性情中人，实在佩服。来，我们敬皇上一杯。陆小凤。什么？其实我很想看看你当皇帝究竟是什么样子。皇帝是只龙，我是只凤，凤凰永远不能成为真龙，别说让我当一天皇上，就是当一个时辰皇上我也受不了。西门吹雪，难道你想当皇上？嗯，更何况当皇上哪有行走江湖逍遥自在。逍遥自在又怎比得上生死之交？陆小凤，那天你在破庙前流的那几滴猫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被你看到了。那当然。你猜啊。你最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。凭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身上的奇门暗香还没紧呢。糟了糟了，是最后一天了。那你还说不说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哈，他的脸色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难看？看来他懂得开玩笑了。哎，我的，喂，我的毒，给我解药。